家等我哋重温一次水费灯嘅公式。以上有三条公式 ：E2、F2 同埋 G2。如果向下复制会变成点呢？答案呢就是向下复制会加数字，咁所以呢2变3 3变4，呢度全部都冇钱，咁所以全部都要加啦。咁而家係测验嘅时候，咁老师会开咗呢一个网页。题目係将一条公式由 D11 复制去 G16， 究竟会变成点呢？公式就是等于深 B10 冒号 D19。 咁呢条公式既是向右复制，亦都向下复制，咁所以除了英文字母要加之外呢，数字都可能要加嘅。向右行咗三步，向下呢就行咗五步，咁所以答案呢就呢个啦。咁照旧我都出两题啦，单数做左边个题，而双数做右边个题。请你将问题同埋答案都抄低佢。